大家好，最近在机缘巧合之下呢，我得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工作，绝对不是卖屁股的那种。我最近收到一则命令，要我火速赶往日本。那我到日本之后呢，他们马上指派一个任务给我，要我检验国家级及机密的物品。我接了这个任务之后，我回国。那行驶到半路，我发现没有带。后来他们直接把这份极机密的任务物品寄到基隆港。那我的第二助手拿到这份物品之后呢，火速的转交给业务。那这份物品已经在我家了。那我现在要执行这项任务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月，我是从第二助手那边拿到这个极机密的物品，那我要转交给他。我们转交这么随便吗？那因为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翼翼把它打开。自带音效。女主角破了，没事，他只是女主角。说话。首先，我可以先看到第一面，就是可以看到他鲁夫的那个形象。那再翻过来是他公仔的样子。那你这边也是。对，那再翻过来，这面就是整个完整的。他有一个 One Piece 的 logo。这上面有一个海贼王二十周年，上次我开过的节目也是二十周年。这边有一个十五周年，那这十五周年是什么？它是 POP 十五周年的纪念作品。打开我们可以先看到它其实包的非常的厚，它非常的保护它。对，看到后面也是，这边也是非常的厚哦。对，那继续拆。好，那我已经猜出来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鲁夫其实是做的还蛮帅。那先跟大家说，我们刚开箱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，它两边对角绑铁丝，对，可是有点难拆。如果不介意的朋友，就是直接拿切口就把它剪掉，再拖老五钱把它剪掉就好。好，现在是我们的细节时间。那我们这样子看过来，第一个可以看到最大型的东西就是它的烟雾。它的烟雾分作是白色、跟蓝色、跟紫色三种配色。它这边有蓝色，淡蓝色，然后带一点白色，在这边有点淡紫色，啊，旁边这边带一点白色，所以它是三种颜色组合在一起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因为它其实烟雾有一些是就是这种亮面的，有一些是雾面的，对啊，对对对。那我们来看鲁夫的头哈，然后头发也是有还原原作，就是动画，给大家看这个细节哈。这个表情是有做出来，真的还蛮凶猛的。然后他牙齿有做被打断，对，这边有少一颗牙齿，对，真的做得很细，对。再来是他胸口这边肌肉线条处理的非常的棒，你这样整个摸下来，你会发现他这个皮肤跟他这个胸口的伤痕，是不同感觉的，你摸看看，它是有渐层，它是有那个凹下去，对不对？对，哦哦哦，不一样的，对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我真的觉得这一点。做得很棒，真的是大大的加分。那再来我们看到他的手，他这边武装色霸气缠绕的呈现效果也是做得很棒，那就是黑色带一点红色，也是还原原作的感觉。那基本上他是做一点亮面的处理，可是他上面有油，所以就是回去的时候大家可能要用布擦一下。那另一边的手也是，那这姿势就是鲁夫刚变蛇人鲁夫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姿势。那再来我们看到他的裤子，他裤子一样就是红色跟一些白色的两个颜色搭配，然后也做一个渐层色的效果。那他裤子的皱褶也是有做出来，那他裤子一样是有做旧化哦，他裤子这边有做一个毛绒边，他这个做的非常有立体感。那这边就是因为底座顶着鲁夫，让他有一个在空中飘的感觉。我以为你知道被笑出他很大一包啊，对，真的很大一包。
那我们看到后面哦，我们不只可以看到草帽，我们可以看到衣服，还有后面背部肌肉线条的处理，也是处理得很棒。这皱褶一样的时候做出来。那我发现一个地方，就是它烟雾其实有第四种配色，它这边有淡黑色，它不只是用紫色跟蓝色去衬托它那烟雾的效果，它这边还有灰色，光一个烟雾就有四种颜色在衬托，我真的觉得很棒。只是烟雾这边它不是一体成型的，这其实不算是瑕疵，那是算是它做的方式。对对，所以就不要太在意这个。好，经过我们刚热烈的细节讨论之后，我发现这支 POP 真的做的蛮棒，然后它这个蒸汽的效果，我真的觉得做的蛮赞的。肌肉线条跟它这个伤口的处理也是有，然后它这个武装色霸气啊，缠绕在手上跟脚上的这个感觉是做得很棒的，因为它都有配合它那个武装色霸气的那个颜色，都有稍微再给它蓝红一点点，然后它这个烟雾的底座啊，感觉是呈现它是在空中停住的样子，觉得很屌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可以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那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。如果想第一手看到影片，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如果想要买这只公仔的朋友呢，可以去露天搜寻一下猪帽子的平台。那也可以去猪帽子粉丝团按一个赞。那我是阿豪，我是音乐，拜拜，拜拜。现在都偷剪掉了。有吗？有什么痛解药？你乱讲！但你们拍那么认真。那我就开始吧。不行，差一点，再一点，再高一点。那我就开始吧。太高了，我喜欢暖。再高一点，怎么看？明天到姚明了。